你的。主要的经济海产呢、啊，就是偶尔会被兼捕到。这个鱼呢，看起来很瘦嘎嘎的，但是很多卖海鲜的朋友，或者是比较会懂得吃那种海鲜的朋友，都跟我讲说，这个鱼它味道特别好吃，肉很细嫩，非常的棒。那我就从来没有试过嘛，刚好最近市场上又遇到了几条这种，又便宜啦，小几十块钱一斤的，是不是？我就搞了一些回来，准备在今天晚上呢做几道菜嘛，煮一煮看看哈，味道到底有没有像朋友说的一样那么好吃。现在就准备开动，给他们宰杀一下。现在。打个鳞片吧，这个鱼好像鳞片很好打，软软的。这玩意居然是真的是鲳鱼，很酷。这个应该跟金鲳鱼一样吧？不一样，金鲳鱼它是鲳类，那我们平时说的鲳鱼就是不一样的，又是另外一种金鲳类的。它这叫基隆鲳，酷。我不知道这个跟基隆什么关系。在杀这个鱼的时候，感觉这个鱼，哇，鱼鳞跟杀黄鱼的鱼鳞一样，你看，很多金金的小粉，你看到？不是啊，它是粉一样的，还是应该不是油脂？只有在杀黄鱼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，一般的。哎呦，破个口，还没杀过这种。你也没吃过对不对？没吃过，完全没有吃过。淡。好多油啊，那个肚子里面。油脂。这个是吗？哦，看到了。油脂。啊，我们这边杀好的鱼哦，拿进来擦一擦，擦在身上的。水混拿一条来做清蒸吧，感觉它的油脂有够，鲜度又很棒。我就拿个大的圆盘，毕竟鱼是圆的嘛。下面垫一点姜，以免未知的这个海鱼会不会发腥。加上其实这种比较新鲜的海鱼都不建议开花刀，直接给它蒸嘛。要给它抹盐吗？不用，就这样。这边再来一条，依旧给它擦干。这条准备来做个马尾，这个其实没什么用，我不用去保持它的整个鱼质完整。一个小尖脊，我们在斩完腱的鱼的腱后来给腌制一下、哦、稍微两小瓶盖去腥，然后淋上一点点的鸡汁哦，一个辣酱油啊什么的，我们闽南地区煮菜会喜欢用鸡汁，一点蚝油加提味鲜味，酱油炒一炒，我们就没有用那种粤式的，今天没用猪骨腱，简单的做一腌制，尝试看味道怎么样，腌制一会儿会不会比较。待会拿去焗，应该是很香，你感觉到它香味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搞一只哦，也是一样，擦干身子，准备给它进行一个抹盐处理，最后给它干煎掉。不知道干煎好不好吃，干煎的话就留全尸了，不然它没头没尾，没有整个整体的话是不好看的。尽量把一个身子里面给它擦干净来。既然是干煎的话，给它划几个花刀，不然不好熟。虽然看起来鱼是瘦瘦的。等虾肠那种没吃过了，主要这个鱼真的没吃过。哎，不知道和那种金鲳鱼的差的多不多，都是叫鲳鱼。金鲳鱼很便宜啊，金鲳鱼比它更便宜。如果它没金鲳鱼吃的话，是蛮便宜的。撒个盐，因为其实我们传统的腌制的这种煎鱼就是很简单的。啊，又扎到了。那腌这鱼就好，简单的腌做。放旁边，这个时间差不多了。温度上来了啊！鸡隆鲳好漂亮，越放眼睛越干净，你看到？你把鸡蛋熟了吗？烧热一个砂锅，倒一点点什么？入我们的姜啊！没热，好像很热呢。哎，谁说没热？它滋滋滋啦滋啦的，看到没有？冒泡泡的兄弟，有没有？然后加入
小洋葱，然后下去，香。这边再开火，烧热锅锅啊，旁边的锅太热了，等等，下去让冷静一下。你看，哦，这个棒。还有切过的那一面，刀痕的那一面，尽量摆在下面。它的美滋滋，每次吃到完之后，给它盖起来焖的。哦吼，这个棒，出去慢点，大神。真的酥酥，真的好吃。因为这鱼啊，它前半身明显比较厚嘛，所以本来我们锅是这样子放的咯，改成这样子咯，这样火这边头比较大。哦，基本上没什么汤。好，转一下，搞点方式。然后就是蒸鱼子哦。让这里水油跟油呢混合在一起，这菜就棒了。清蒸，拌点鸡茸汤。哇，这味道出来了，有点焦焦的味道。葱段，加点柠檬小小的 ，OK， 再烧，烧干就可以。这边呢，火候差不多了。这火候怎么掌握？煎鱼火候，你看状态啊，那个裂开了，差不多快干掉了就 OK 了。这种现在煎干一点，干一点好吃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很漂亮。啊，终于忙活了半天，香了，那是不错了。然后这个干净的啊，干净的筷子，搞一端。哎呦，怎么感觉是很嫩啊？这个鱼肉夹不起来，要散掉。少用。不过是你不会用筷子。哦，你看，哎，这筷给观众朋友好，这是最棒的一个。哦，看到没有？哇！哇，这超油的了，你看鱼背上面满满的油脂，然后这边，哇，大，观众朋友，嘿，三分，观众朋友，三连，哦，记得给我三连，刚好我们在一起，先搞什么呢？先搞干煎的，嗯，哦，夹下去，哦，这里面应该是会好吃啊。干煎肉很硬，没有什么汤好吃，油脂会出来的，没有什么油脂，就是紧实的，很难的，可以啊，刚刚做一半一半，但还好，没有很好吃，就最干的，哇，哇，这个赞，可以，不很烫，嗯。然后焦焦的味道，香味，可以，肉嫩，就跟干煎的完全口感不一样。对啊，嗯，很嫩很嫩。这个好吃的一大要素也是因为它肉拌一拌，它很嫩的，就是嫩的，对对对，不会干不会柴。我觉得最好吃应该是清蒸，清蒸吗？我刚才看到有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没有想象中那么幼稚。肉还是太嫩了，偏嫩了，以至于熏蒸的散，熏蒸的你就可以试一下，好吃吗？不一样，口感就不一样，嫩，可以，嗯，它就是嫩的，嗯，嗯，熏蒸好吃，嫩，嗯嗯，熏蒸纯纯的肉吧还不行，要带点，它有一个特定的那种香味，嗯。
可以，是这样子一块一块一块的，很紧实的肉，你看它很瘦一样的，其实它还是有肉的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瘦弱壮。你看老师，你的说的，你来试看就好。轮到我的独家试吃时间。嗯。先试一下清蒸的。凉了，清蒸要现吃的。先试一下清蒸的。入口有点酸呢。啊，有点酸。但肉质还是挺嫩的。好吃吗？不好吃，有点酸。来试一下这个焖的。什么感觉？这肉会散呢、欸，清蒸的就不会，挺棒的，是吧？饱的会散呢、欸，清蒸的肉不会。但我觉得饱的是最好吃的。饱的肉很烂呢、欸，有点那种感觉，像是有点像不新鲜的鱼的口感，有一点，下一个饱的话，我感觉有一点它不是很入味。对，饱不够入味，感觉那味道不够。菜的人都是例外，做饭的人都是。不够专业，换我来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嫩的鱼煎它都特别香，试一下这款。这个肉质是有点酸的，但是不是很酸，好硬哦，有点像在吃鸡粉肉。这个太硬了，这个不够入味。煎的话有点硬，感觉像在吃鸡腿肉。其实今天的鱼三种做法，清蒸、煎的，然后还要做饱。我觉得如果三个口味会要我选的话，我觉得还是相对清蒸吧。清蒸的话，它肉比较不会那么硬哈。其实它说硬它又不硬，说嫩又不是很嫩。但感觉它不太适合煎。煎的话，不知道是因为有人不专业还是怎么样。这个鱼没有鲜味哎，就没有任何的那种味道，对，就没什么鲜味，就很普通，感觉对，不鲜不甜，而且它没什么油脂哎，有它有油脂，可是吃起来没有啊，有点干巴巴的哈，阿玲，我只能说一点都没有鱼味啊，所以其实今天总结下来哦，这个鱼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做的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敢去否定一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吃，其实它就是不好吃。这东西真的没有像人家讲的那样哦，多嫩啊，多好料啊，怎么样？那为什么呢？它没有回味，它只有那种口感很硬的口感。干煎下去的话，就是所有鱼基本上大型的那种很硬的那种硬身的鱼，口感都是这个样的。做饱的话就很奇怪了，我们才饱个七八分钟嘛，肉都全部烂掉了。可能是我饱的不好吃，有可能。但是我个人观念上，三种菜如果最合适的话，就是这个饱如果再调味调重一点，可能配合它的烂烂的肉，因为有调味，它会更好吃一点。那其他的做法不是很建议的。市场上如果看到这个鱼，你闲得蛋疼没事干的，想换个胃口，折腾着自己就买回来去吃看看吧。他怎么推荐的？这真的不推荐哈。啊，老先生，不推荐的，不要买它了，买它干嘛呢？我今天是买30块一斤，不知道你们那边这贵不贵？这龟壳算挺大的喽，一只2斤多喽。那你们买不买到这么大还不知道？可能小只的就更糟糕了，因为大只的鱼都没油脂的话，小只的是更没有的，而且挺瘦弱。条件允许还是吃肉餐，算了，我看好这个算了吧。啊，甜味就不想要了，这个真的不要了，这个没什么好要的。啊，感谢大家看一下这期我们的猎奇的视频，这算得猎奇评测类，因为。这并不是我们经常吃的鱼，那平时也比较少看到它。那喜欢我节目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，啊，多多转发吧，哦，告诉大家这东西其实没有大家想嘴巴里面讲的那么好吃。OK， 下期见，拜拜。